郭局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对不起，丽丽，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。跟你们走？去哪儿啊？到那儿你自然就明白了。对不起，郭局长，我要去张家口办事儿。你恐怕去不了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 逮捕我，郭局长，我需要你给我一个说法，否则你就是非法拘禁，我会告你们的。你放心，我会给你理由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又没犯法。犯没犯法，你自己心里知道。铐上。 放心，没有危险的。郭局长，今天所发生的事情，日后我都会以法律的形式讨回公道的。这话恐怕要我对你说。走。 李总，没想到在这种场合见。